到达市立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和医生来检查喙齿，因为大部分的喙齿拢真健康，少数有蛀齿。小朋友对结果真满意。居然没有蛀牙、啊哦！哇，好棒哦！哇，美女！他刚刚检查会不会害怕？不会。那如果说在这个幼稚园的阶段，从小扎根，然后把跟囡仔的喙齿搞好些哈，到老年的时候就不用全口来换假牙了哈。为着预防蛀齿的发生，医生除了教育小朋友吃东西了后，甲要睏正常，拢爱洗喙齿以外，嘛为每一位小朋友的喙齿来涂氟。医生表示，这对预防蛀齿真有效。只要刷牙就不会蛀牙，刷牙就不会蛀牙了哈。那氟是什么味道？我觉得效果真的是很不错，做了就是比我是感觉以前我们做这个有做这个涂偶的工作，跟以前没有做以前，我感觉真的牙齿真的蛀牙率真的有降，蛀牙率有降蛮多的。中央健保局一年补助200，不过医生表示一年400预防蛀齿的效果再当有效持续，市公所也表示将努力来争取。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希望是春夏秋冬都可以来增加这个次数。那当然，这个还在研议当中。不管怎么来讲，一定要想办法，把咱囡仔喙齿，自细汉爱甲顾好，一定爱甲顾好。喙齿的健康，自细汉都爱顾好。虽然政府一年补助小朋友涂氟两次来预防蛀齿，这次带来市立幼儿园办理这项喙齿保健的工作，让家长真肯定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